就应该说是，就是除了音感不好，拍子节奏感不好，挫折哦。拍子啊，可能要再抓准一点。那个近拍点是每一个拍子的第四拍。来嘛，来喽。想拍了。海棠，你今天是不是喉咙状况不是很好？嗯，喝水喝水。好，喝水。是最近喉咙使用过度，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嗯。I'm not your girl, I'm not your girl。因为我声音比较低，我那边要高起来高不上去。给我们要崩溃。一边录我们快崩溃，那老师也快崩溃了。辣牌啊，这一次没有 rap， 对，这次没有我擅长的东西。我的喉咙也发炎一阵子，就是又有一个挫折感。Kiss and Hug 的录音状况连连，每个人的表情越来越沉重，女孩们可得撑住啊！残忍制作单位，就连女孩们的午餐时间都要来个小测验。这一盘菜连酱都没有，可以让石欢带回家喂狗。对啊，这应该有六只吧？太少了吧？太少了。对啊，你们觉得每个人都有资格？鸦雀无声，资格。倒吸一口气。全部的人鸦雀无声。那就要先量一下体重。女孩们依序量体重测 BMI 值，他们会分配到吃什么东西呢？安博放弃，安博直接拿。不要量，我直接拿菜嘛。但不是。面对现实，谁要说先出来？可以吃到地瓜的人是财运。我先拿了，好不好？吃茶没味道了。安博的 BMI 是19.6，好可怕！会这样一吃，然后就跟我们一样了。那我也分你吃，谢谢你。真的吗？好，先咬一口来呗。恒星的制作单位竟然公布了比女团生命更重要的体重，女孩们，祝福你们瘦身成功啦！flavors give you what we got。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啊。那我知道你们这次的音乐选择的非常的大胆，非常的厉害，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听一次音乐，然后你提供给我你们想要的想法，那我把我的专业跟我的想法，我们一起把它融合在一起，做一个好一点的作品，可以吗？好，我们先来听看看音乐，好不好？帅，你要帅。
坏。可是我觉得刚刚那鼓声就是应该有力一点的，对，女生有力一点。对啊，对啊，对啊，对。哎，可是我觉得哇塞，那一段很迷幻哎。对啊，还这样风格很多哎，但讲一下我们风格其实多。后面再砸，对啊，是大杂烩这样。可是我觉得一定要态度多一点。那可是我觉得女团就是我们还是带一点，就是因为还是有长发的。对嘛，反正但是还是要有点帅啊，不然我们要去哪？可以 mix 啊，不是，对，性感，性感，对啊，性感跟帅是一定会有的，对啊，帅气态度，然后再带一点女人味跟可爱。我已经好了，这没有好不好？好啊，所以你们刚刚的想法统整好了吗？觉得我们是帅与美的合体，帅、力量跟性感，好，三样力跟性感。好不好？那我们来练舞吧。好。每个人对于新歌舞蹈都很有想法，会不会像旭所说的，最后变成大杂烩呢？大家今天都知道要来做什么？排舞。排舞。那你们之前谁是当中间的？ Center 对，最前排。哦。因为我们通常 Center 的部分就是主力都是比较会跳，会跳又会唱。那既然大家应该都会有想当 center 的时候，对不对？嗯，所以我们是不是，那不然我们试试看好了，我们试试看看大家的实力到哪里，然后我们再来安排这一次，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排舞，然后看谁要当中间那一位，好不好？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走，五 n 六七 n 八，哦 ，amber 是不是？嗯，是吗 ？amber 做不错，好，来再走，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走五 n 六七 n 八，对，好，那我们三个来看，来，你们三位先五六，来，你们三位先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走五 n 六七 n 八 ，OK， 好，那换你们三个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走五 n 六七 n 八，好，大家都跳得不错，都跳得很好。好，接咯 ，one two 的时候往这个地方，接脚往这边 ，one two three and four， 好，就扭就好 ，five six seven，one two three and four， 对，好，那边走，俯看，俯看，手请靠在这里 ，five six seven，one two three and four，five and six and seven eight， 对，那你的身体要转的时候，身体要往下压，然后再压好，身体要往下压。再放好，对，好，来走一次，我们从头五六七八走 ，one two three and four and five and six and seven and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and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你们全部一起甩的是头，五六七八甩，再多一点，五六七八甩，哦，他甩的不错哦 ，Amber 甩的不错哦，那。我看一下，大家在手里摔一下。那我可以试试看站 center 吗？就是如果好像可以的话。好啊好啊，那我因为我觉得你甩的也……不是啊，我没有头发，他短发。你站 center 都站很久啦，就是换一下别人嘛，换个口味。换口味。对啊。可是，要不然你甩看，你甩看。我的头发太长了。你甩一下，你甩一下。就啊！突然就输了吗？很痛。大家都没有意见的哈，大家喜欢你的事情。我们比较高啦，我们高的人。好，所以就是你有什么意见？站中间，你是很想要站中间是不是？大家都想站中间。我们走一次好了，你们两，要不然你们两个跳一次，我刚刚教的。我再来决定，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走五 n 六七 n 八走，一二三四走五六七 n 八，哦，因为它甩的就比较有力道的感觉。好吧，我们要先，我们先这样哈，然后等一下我们看看状况，因为每个人都有机会当中间的那一位，好不好 ？OK OK， 好，谢谢。啊，那我们就继续哦。OK， 好，来。六七八，五开到，咻，对，嘿 ，OK， 可以吗？好，回到第一个位置，第一个。五六七八，七八 A， 一二 A， 三四 A， 五六 A， 走大 A， 哒哒哒，动动天走大大大，哇，可以吗？可以吗？可以。我要求的东西是你每一个东西要到位，懂吗？因为我们现在是要走专业的路线，
你懂我意思啊？我们表演是要做到位。那既然这是一个舞蹈，你们要走唱跳，所以变成说舞蹈是你们要去展现出来专业，而不是你把动作摆一摆。懂我意思吗？你们要走唱跳就必须要这样，了解吗？可以吗？好，不是只是随便动一动，这样很多人都会跳舞，我妈也会。懂我意思吗 ？OK， 好，准备哦，五、六、七、八 ，and 七，八 ，and 哒哒 ，and 咚，哒 ，and 咚，哒 ，and 哒，哒 ，and 哒，哒，咚咚咚，哒，哒。喂，成绩不错哦，成绩不错。喂，不要紧张，慢慢来，把动作跳好，多重要，好吧？每一个动作到位哦。五、六、七、八 ，and 一、二 ，and 三、四 ，and 五。六 n 七八 n 一二 n 三四五 n 六七八，陈宏不错哎，陈宏那个是舞蹈底子的，你原本是有学过跳舞吗？自己跳，那是我没有真的学。不会啊，陈宏底子很好。大家都像陈宏这样学习，要记熟一点，拜托一下哈。五六七八五三二分手。七八，我摔到分手。哒哒哒哒哒，快点，这个哒哒，先把脚放，夹住，对，然后才拉开才会有感觉。懂我意思啊？就是有点是跳跳收踩到，好吗？跳跳收踩到 ，and 走，哒 and 转，对对，可以吗？你现在做太小了，我现在只感觉是先后转一下，然后。然后就去装了。老师在这样教，记不了。好啊，这样。这边吗？啊。对对对。这是正段吗？还是踢的？正段正段。对对对。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走，五六七 and 八走，一二三四走，五六七八对。你们两个啊，你们膝跳谁要走前面，谁要走后面？不然会一直撞。来，再一次，六七八走，一二三四走，五六七 and 八走，一二三四走，五六七八。你是一二三四，就是后面。嗯，对 ，OK， 所以你会挡到他的部分，这样。完全挡住。对，好。对，完全挡住的是这里。好 ，OK。好，再次我来，五六七，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走，五六七 and 八走，一二三四走，五也下来，我也下来，你们两个再走一次，哎，马七，对，再次，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走，五六七 and 八走，一二三四走，没往这边啊。可是你刚开始不是很顺吗？我开始跟他打架，然后他往前之后，换跟你打架。人流打。那小溪有动吗？小溪不动。我就跟他要后面啊，他卡住我就卡住。好，再一次，我来，准备哦，大家小心一点，位置不要慌哈，来，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走，五六七 n 八走，一二三四走，五。你们两个谁要先走？你要先走啊，因为你比较远啊。那你要先走，你不能看我，你要直接走。来，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走，五六七 n 八走，一二三四走，五六。你要到中间啊，就你让他走，可是你整个人就到这边，你要到中间来啊。有啊，可是我时间不够啊，刚我已经刚才走过来了。可你要站 center， 就是你啊。来，不要急，加油！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走，五六七 n 八走，一二三四走，五六。中间还是不太行哎。那 Amber 你走出来之后，你走出来看看，来五六 Amber 走出来，五六七八走走走走。好，
你们两个在你们四位可能要瞧一下，因为他已经等于是都挡到他，然后你们两个要对再用一下，来五六再我们再走一次，再走一次就好。你们瞧一下位置好不好？瞧一下，五六七八走，三四走，五六七八走，一二三四五六，还是不顺哦。老师还是不是你？如果要站 center 的话。不管是谁挡到你还是怎样，就是你不能说你走到啊。我走到啊。可是你歪啦，就是你如果走到，你就会歪。那你如果歪 ，center 歪，那整个队形就会歪。不然是要怎样？不然你站啊，你这样看，站我那个位置，你坐我旁。